好，我们现在做实验，茶包天灯，茶包天灯运用的是对流的原理哦。器材如下：首先一个传统茶包，这种茶包不好买哦，请各位同学看清楚。如果你想做这个实验的话，可能你要买传统的棉纸所做的茶包哦 ，OK， 而不要去买塑胶类的茶包。有塑胶。再来，在我们把茶包打开之后，横向的剪开，把茶包里面的茶叶倒出来。这茶叶呢，虽然呢，等一下实验不会用到，但是收集完之后，也许你可以冲个热水，等一下你有一杯热茶可以喝。再来，把这个长管子状的棉纸放在盘子的上面 ，OK， 好，那么麻烦请关灯。之后呢，我们帮茶包点火，点火之后呢，茶包经过我们的念力加持之后，就会飞翔起来。所以等一下同学，请你用念力，老师先别，因为老师念力太强，我一加入就飞起来了。啊，你们念力比较弱，你们可以练习看看。好，来，我们开始。飞不起来，飞不起来，飞不起来了。你没有用念力吗？没有。都没有。好吧，我再加入。哎，飞太快了，飞太快了，朋友看不到。哇，果然。哎，挂掉了。经过老师的念力加持之后，还真敢讲啊！想太多，我飞到我这里啦。啊。Wow. Okay.